好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小时候我睡不着，妈都会带我来买香肠，每次跑到这我就累，想睡觉，我妈就会带我看夜景，等我睡着后再背我上山。家住这附近吗？那里，东湖吗？考倒我了，就当做是那里好了。那假如是这种风景，可以配点音乐吗？音乐配点风景，你说了算。咔。